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亏了。对，他就是一直在炸我们的那个。好多呀，放弃还能拿五个。放弃吧，之后还有别的游戏。我被说服了。如果放弃，就兑现刚刚的诺言，交出10个分队。为什么？不是，这不又亏了吗？哥，你再不放弃，我这个团队都要放弃我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们继续坚持，我就不扣你的币。分贝如果扣完了，你们是不是得从劳务费里扣啊？又得给一个是吧？小蛋，我最爱喝可乐了。哟，喝挺快的。快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好了，再喝。我最爱唱跳了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承认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运。够了，来，我最擅长 wink 了，Miss Brady 回答，是你的微微微嘛？送你的 Rita， 说感应我的是方向吧 ？Miss Brady 给六月再款 SRME Tonight， 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好，对吧？陈宇坤过来。我就喜欢玩，你当然喜欢玩了，快！醒哥，不着急。哇！哎，就是玩，上了上了！吓死我了！恭喜各位挑战成功，我们一共花了52秒，所以你们获得10个分的币。小鱼拿币，快！